哎，大家大家拢买呢，大家买，家家户户拢买呢。反正大家买了。啊，有虾啊，有虾就买啊。无啦，还有用的，无要紧，是买等咧排队的。对啊。三零一哦。哎。我们有三啊，三个人。三个人啊，我们就三个人。三个人，你先，哦，三个人。三一，可是这里有没有穿两张床哦，没办法，两张床。哦，迄阵无讲讲个啥就出来吼。改革改革来，可能巧无出。这样。无法做吼。刚才就是这个。我阿弟两个困一张，阿姨一个困一张。你敢不敢跟伊混做伙？等一下他下来吗？这样没。哦。然后我们上去了三张，无啦，阿弟无上，阿弟叫。没有啦，阿弟就他们两个就好了，不要了。哎，该讲了，我阿弟，阿弟哦，阿弟搞错了。够真的啊？阿弟，我这边没有啊。叫人看咯、啊，安尼爱甲讲，甲小林讲，叫阿来整理啊，迄人个这拢看过啦，这你好，这啊，不是啦，这是拢换过啦，这不是哪赛吧？等你等下开咯，等下开咯。我叫你家己搁出过就好啊，好无？啊，你啊，迄个买你买，买有够十个啊。哎，哎，哪只间？空间拢无换，啊，无整理，对啊。领队大个带一间啦，啊，你看两个先枕头安尼。安尼，伊讲整理无对，这间整理无对，还阁定整理对，再连再大。这枕头啊，不奶奶就嫌对啊，这拢无整理袂使，嘿，袂使通困。我等下食饭，再去甲伊整理，好无？好，系啊，等下啊，嘿，还整理无对，哎，这有整理无？有啦，有啊，有啊。啊，迄间真，正整理无对啦。有整理啊。嘿啦，嘿，这有啦，这有啦。啊，有你叫换无？我叫你听。啊，讲名称啦。哈。迄间整理无对啦。嗯，袂歹袂歹，对，是，嗯，好，好势，安尼好势。好，啊，恁两个嘞，恁这一天，恁早间，恁来，2034，多谢啊。你今是共整理无对的啦。好，真正整理无对，咱这较水嘞。咱这双人床啊，一般双人床啊，对啊。咱这双人床啦。哦。一般翁仔某伊拢用双人床啦，啊，不管伊个姊啊，伊就是人讲拢睏大顶啊。无啊，迄嘛袂，迄是讲毋是啊，无共景，是讲无共景。大顶的啊。无爱，因咧单人无共景，设计无共啊。朱婷姐，你6点，嘿，6点要食饭，6点。自己看麦。五点放，五点零五放啊。
有啦，有小地屋啦，有小地屋啊啦，有啦，有小地屋啊啦。我刚去到两下，吼，阮两顶面墙，两顶面墙细人，细两面墙就对啦。哦哦，阮可能较贵啦。嘿嘿，无讲。哦，啊，请你坐，你看特别对好人，你上人面墙来看卖啦。嘿。哦，这大点咧。你是讲阿青较大块哦，较大点。我拢最爱爱自然怪来困咧。哦。恁阿姊嘛，恁大姊嘛讲，讲伊去叫伊家己换，要上人。无，这边拢两顶，这边拢两顶的哦。我交流啊！哎呦，不管交流啊！哎呦，安尼好。
好吃才给这高燕鱼，嗯，外国人学到啊，好吃好吃才给这板高燕鱼，嗯，对。你这鱼啊，把油啊，佫无甚物油脂。这鱼养，这鱼养就是恁家的啊。谢谢。我们自己炒。自己炒。哦，恁等下吃好食，会记得去甲买啦。外口拄啊，咖啡店还炒，自己炒。那好，好食会记得去甲你买。嗯。外口，外口。拄啊，咱遮介绍下。啊，即马来你门口。啊，北门水果露营，咱遐嘛有。哦，会记遐办就对话啦。我来咱门水果露营炒个。哦。要在在五个哦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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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讲你，哈哈哈哈哈！真的讲不爱嘞，啊，无你坐啊，我坐要坐啊，中午呢。我讲你讲不爱嘞。嘿，你讲讲话好啊。你好。看我一杯高粱，一杯高粱。你讲你啊？我去你。Thank you.
这是有点真阔啦，是讲阿哩久啦，对，哎呐，伊这较山内较少人，哎呐，较少人定食啦，九二一吼，对啊，九二一当一个，对啊，当一个，生理拢好，生理拢好，拢好个，伊落歹去啊，啊，无交通来去，环境是袂歹，空气空气真好个，哎，但是你要九二一安尼，变得真好，生理拢无个，天气吼，你做到处地方，啥啥。你呀，还不知道。来，我先给，来吃新兵饺子。啊，这个嘛，没吃过。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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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样，哎，这样，生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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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朋友来送四十盒，卖剩五十。三百块。是啦。这新品种恁市内嘛买会到的就对啦。嗯。哎，无八十一百，恁啊嘛要足少的，恁啊无。啊，这边明仔载要广东台北无要紧。这种实在唔歹，咱一般山下人无同款，咱黄金米甜壳壳，嘿，这种实在的。黄金唔是恁个吗？哎呀，大家买起来，这种实在款的。我买安尼嘞，我是我只是搞唔识。无啊，无啦，安尼黄金嘞，伊讲黄金，来来来，黄金苹果呀，黄金米，乖乖，吹，还一斤啦，好冰啦，好冰啊。唔是三斤，我三斤一包，大家。嘿，我拢卖。卖，伫阮街啊，阮街街，阮还佫卖六十块。那无爱街啊，街啊路遐。阮德山啊。那无爱明仔载才搬来的。啊，你即阵买？嘿，无要紧，落个土条，一礼拜拢无要紧。无差。无要紧，嘿。啊，来去买。啊，你若落个土条的吼，伊的水分的流失哦，都袂齐哦。去去车底。落个提掉较紧，较紧。哎，水分会流失哦。啊，阮要放车底。嘿，无要紧。无要紧，无要紧。伊啊，若袂较定哦。较定我。我嘛电的，可以嘛，迄个可以呢。做你创新。哎呀，做只饭呢，一条啊个青的呀。这个给一百，给他送一百，这算唔？山南。哎，你高雄六区迄个地名山南。这叫做金鸿哦。哎，迄金鸿。这叫什么呢？啊，不要呗，你出来，我带你用。你这是多加呢？哎。对啊。啊，这嘛加呀。哎，还有十三五万呢呀。加起来金鸿啊。这个我等下后日拜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这一个字加一个字。好了好了，卤肉水里卤肉。来。变成卤肉水。来这，来小黄，小黄来。卤肉水，今天都一斤五十。啊，今天买五十不行。我洗给。哦，你别请。要你请。来段，来顾公姐啊，段。对，你吃大，拢吃。嘿，拢绝对不歹。来，分手，咱俩好好办咯嘿。来，再好啊，卖去盐啦，来，来吃。来，你讲，来，你这里打折就好，一定打折，一定打折。这个也拢吃，哎，这个也拢吃，这种现吃。咱这特殊就是特殊在吃，哦，跟一般山也无同。买来转去。这新品种就是。硬硬的就可以吃了。我没有三个。啊，咱的司机的人客就是我朋友。动作都都出来了。那打折再打折，一三零，一三零啊。一三零。哎，王弟，王弟，王弟，你刚王弟完了，我笑你完了。买啦，买啦，买啦。我阿妈是搞阿下下年啦。这可以吃的。我坐去坐遐个地方。对啦，我坐喺坐椅，我甲面仔暗暗去靠，靠较近较济。诶，阿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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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啊！你唔是你家提？啊！我是八来斗百五。好啦，百五啦。好啦好啦，啊！我八来斗两百。一百七。真的，我真的有钱。没关系，没关系嘛。没关系，你还慢，七百你讲。
会打给我们讲你啊，一个人在卖，你还给我讲你。
我这站做一摆，你要跟上。有啊，啊遐还有啊。我讲。啊，下阮大，我小等。好啦，啊这还有啊，迄红的，金箔啊，这块，啊这物件。你也不开始哦。哇，你顶下叫你话，你唔好硬拉，你阮大有啥暗神诶？就那个用法。来，我破三年，刷拿，刷拿，你那没见过来。啊！啊！刷卡呢？明天来哟。我明天，明天。哎，明天来。哎，要是明天，要是明天。我自己要进办公房的。今天几点嘞？几点嘞？今天开了几多嘞？十多只啦。这个无讲，我爱进来干活干的。可以拿上车。你们讲，不要让它变成跑就好了。哎呀，有一个偷一个空气，你遐吊伫迄个椅仔后面就对啦。哎呀，吊起就惊，惊讲目伤红哦，真正。今天哦，今天无白蜡嘛好，今天哦，今天白蜡，来八三八三来，奇怪的，拄则是试食白蜡，那白蜡无人买，白蜡哎，还没有搞来哦，白蜡八三，哦，对对对，这个是我马爱班应该很强，很强。我那么一间啊，我来八三高级啦，八三高级。我们头家收钱收到笑到啦。今天要讲几多哦？哎，你那是要放下骹行李箱的人哦，爱写名哦。哦，恁的物件那是放下骹行李箱爱写名哦。我把人写小林。会吧啦，画画啦。来来来，你老去看。会输。对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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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在减价，这边运动啊。对啦对啦对啦。草林的老街，老街啦，还算老街啦。草林的老街。这样过去了。哎呀，那也街啊，蛮亮的。过着那骑，那你骑着你就得了吧。草林的老街。我你行，你看，行你去袂去咯。有啊，我做青的呢。骑好啊，好来，好来。要拍照的不要动哈，不要动，再手再轻啊！我希望往翕的咯，怎么在录音？好嘞，不要动了哈，好拍一下，好。批发商哦，银盛批发。它有泡面，它有水，它水就是给那个。对啊，有的游客来这边，他没有水，他也可以买。这个听。车长。我可能你写来靠看。
出所在上面呢、欸。嘿啊，对啊，所以有徛家啊，有派出所在上面吼。都有一点仔成九分啊吼，有一点仔一点仔成九分啊老家吼。真的不是很清楚。暗时啊，较无法度啦。暗时啊，要黑白面清楚较无法度啊。迄、迄个形体起来就好啊。等一下，我再试试看。你的脸清楚就会变成这样。不光光滑，一下子。超低了，超低了。超低了。来啦，啊，无就人伊呢，啥物商店的招牌啦。小食铺，炒呢个小食铺。讲起乌臭，脚乌咪嘛，佫会知影呢。脚紧擦擦擦了清气呢。烤地鸡哦，但它会有超油啊。就是，其实最主要是它有黄，会有黄曲毒素。黄曲毒素，然后我们吃起来，比如说，好，那比如有一颗放混在一起，已经打已经立了，怎么办？黄曲毒素它有一个标准，对，它只要没有像一般来讲哈，你如果说把它筛选掉的话，只要不是说全部它都要够的哈，你那全部把它。去壳，阿姨，伊是不是内底有卖？对，啊，一粒多少粒，十粒多一百粒。哦，啊，所以不要一次把它全部都去壳。对啊，你就这样子挑的话，基本上你有经验的人哈，你漏食的机会少之又少。哦，但是你啊，没有机器辅助的情况下，没有那种电脑或者机器的辅助之下，你目前是这样是最安全的。因为你用木饲的。对。因为没有你这样子它，你没有把它去，没有那个它一杯修走啊，它是安全的、啊，安全的，对啊，因为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交互感染，哦，交互感染，这个也是会产生，霉菌的东西最怕，哦，最怕这，最怕交互感染，哦。像花生也会哦，会啊，花生是黄曲毒素是最高的。其实所有的经济拢会安尼，种植都啊，只是说头刀伊的迄、那个。它更容易、啊、哦，所以背起来嘛。最近拍。那确定好的，我就直接往下面这边。啊，这个是坏的。啊，不是那个也是好的，在有时候怀疑的，我们把它敲开来看，啊，实际上它是好的。哦。然后你要另外放的原因是因为它不能再晒太阳了，它没有壳的保护，它是不能晒太阳，我也直接溶出。这一根有背的枝芽吗？对。一安尼对不？啊，包括哪里？你起码叠出啊，生个白蜡安尼。然后裂开以后，它是不是就一颗一颗？嗯，啊，一颗一颗，像我们是就是要这样子榨油嘛。啊，因为我在挑的过程，有时候它有异常的，我把它敲开，敲开之后它没有壳的保护，你别晒这个旁边。啊，我现在这边它因为它有壳的保护，所以我可以晒太阳。哦，对呀、啊，所以有壳的还是要晒吗？对，我不爱搁干那几个阿里啦。哦。因为好像。我们通常就是收藏的话，起码保存它弄个有迄个冷藏的仓库。
啊，所以你是不是平常时啊，你拢伫咧冰箱内底，啊，你要做有进前拿出来，把它筛选过之后，你晒个太阳会比较好，因为经过冷藏。哦，冷藏再晒一下。对啊，我们是觉得要晒一下比较好。你有噪音，喜欢什么？噪音歪歪。其实哈，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呐，哈，其实油哈，它有一个基本的保存，只要你没有抗氧化剂、防腐剂的东西哈。油一旦有能力，苦菜油是一年营养最好。放久之后你要确定说你那是菜油爱还是不香，因为没有香料的东西，你放一段时间之后，它的香气一定会慢慢不见嘛。那你可以热锅的时候油倒下去，上来那个味道，你可能就可以分辨。要不然就是你手洗干净，把它擦干，你滴个几滴，稍微有一点温度，你给它闻。如果油耗就坏掉。如果你买回去大概只有，几个月一两个月你就臭油歪啊，那有可能它里面腐败的因子比较多，不一定是只有发霉，一定也是有它里面一些让它会加速它腐败的这个对。要不然的话正常哈，一般来讲，苦茶油你可以放个半年一年，顶多它不会胖。其实它不会坏掉，它还是会坏，没有防腐剂的油一定会坏。所以现在也用冰是吗？不要，不要4-5年了。以前的观念都会，长辈都会说，因为以前人他 Q 是，他讲卖拍地条啊，是对他避光啊，比较有水分。啊，其实哈，任何一种，除非你是腌制或酒精的东西，你可以当坑库了。因为物件你给他想，怎么可能可以放？对啊，不可能啊。对啊，那要有，就是我们要把一些因为化学的东西吃太多。所以我们有一些观念就没有就被误导了。其实油的东西它有一定的保存期限。啊，德珠这工哈，德珠这工一迄个嘿，它还是有可有，只要没有防腐剂的东西，伊嘛是有可能伊的微生物的产生呐、啊。所以有一定的保存期限呐，无可能袂歹呀。我半年至少有。哎，最好是一年内。不可能。对，所以你最好在一年内把它吃完。啊，如果说你买回去的苦茶油刚买回去，刚之后饮就胖了嘛。对。啊，一段时间它的香气慢慢退了，那都是正常的。对，因为伊无胖了。对。啊，如果它油耗，它就真的坏掉了。哎，也菜油爱进行的是坏掉。所以就不要吃了。当然，拿来做什么用？一般他们都会拿来做香皂啊。好、哦、香皂。来做香皂。哦，对，一些油已经超以外。对啊，你也要拿来做香皂啊。哦、啊，你啊控两年，就做一波菜油哎，我还也是建议不要用。哦。不要用的，因为一为什么它会合定两年的？就是讲可能来掉一挂微生物的产生。那你怎样？对，因为我们不清楚制作的时期啊，比如说。它已经多久就已经炸起来了？啊，一般来讲，他们都会有一个制造日期在上面。哦，都有标示。对，有标示那种制造日期。哎呀、啊，啊不你，你也讲究竟个新的物件，唔好机会袂歹。对。啊不那好，哦，其他的东西一点我保存期限。不要到4-5年了。其实现在的观念就是要导正回来的，是讲物件嘛是爱探亲食啦，哎，探亲食。啊，苦茶油是我们通常都会建议一年内也饮用较好，较好，哎。啊，其实你若有滴改一段这食用油，其实就变得有嘛。对啦。啊，像他们认为很贵的，你要不要舍不得？那用滴咩好？是讲椒米素滴食啦。其实你叫你哪？你哪讲好像一般来讲哈，那个购物其实是喝的，因为你面线。你无法度直接拢伫你的胃黏膜保护嘛，啊，你啊啉落时阵，伊是拢会伫你嘿，因为黏对，啊，所以你啊啉落通常，你就是先不要吃东西，也不要喝水，啊，迄是因为有的人伊唔敢轻啉，伊唔敢轻啉，你一直叫伊啉，伊会惊，对啊，他排斥啊，对啊，我们有胆固醇可以直接喝吗？其实可以耶，对啊，你看哈，像欧洲人哈。其实我们胆固醇在人体是一个平衡，胆固醇里面有分两种，一种就是我们所谓好的跟坏的嘛，高密度低密度嘛，我们它白话就是说好的坏的嘛，啊好的坏其实是一个平衡，而且它的在营养学来讲的话哈，很有趣，胆固醇也是不会被重复吸收的，所以你套餐的早上的第一餐其实是摄取好的胆固醇，其实是最聪明的，因为你好的胆固醇进来之后。你已经把那个位置填满了，坏的就进不来，它就比较难。所以为什么那个营养学都说，咱那个胆固醇是一个平衡，
你好的如果够的话，啊坏的基本上伊的，他无，因为嘿，咱人体其实足巧的，伊个也向去找找方法，啊，但是咱来给他好的东西。所以意思是说，一大早喝那个是好的。对啊，你也看人欧洲人，哇，欧洲嘿，他们每天都是，对他们都是喝一汤匙，而且他们都是早上的第一餐。喝橄榄油，沾面包啊，对，什么的对，他们就是这种营养概念啊。啊，因为咱有当下吼，咱都没有一些正确观念，咱拢听到回国，对，一来讲一款，啊，咱听，就是讲伊给我单元，我不知道喝有，但是这个不是不饱，我们是说怎样？对，它是单元不饱，换面线相对比较好，就不会说油下去啊，让它有沉淀。其实你来进点很甜哦，哎，其实这个是没有那个根据的，其实你。像如果说哈，你除非说你直接唔加啉啦，啊唔加啉，你莫勉强自己，莫嘿直接起了排斥作用，你就是拌饭拌面线，诶排斥就是讲你家己怎惊加拢唔加食，嘿，对啊，所以你就是先拌饭拌面线，啊你习惯了，再来慢慢，嘿你慢慢尝试习惯那个味道，慢行，慢过几百年几天嘛，嘿你先慢慢一点点。对，一点点。啊，其实你也可以这样子，你把它当食用油，去煎啊炒啊。你刚开始都不要太勉强自己，你就是改当做食用油炒菜啦、煎鱼啊，有一热炒凉拌都会使啊。哦。啊，你就改炒菜、煎鱼来油啊。对。先适应一下。对啊。你先习惯它的味道，有的人真的不喜欢它的味道。有一个特殊的味道啊，我小习惯我弄个泡汤汤。对对。啊，没关系。啊，其实你可以给它爆过浆。爆浆过就味道就比较香。对。对。对，一样。可是你加热爆过的油，带到两百分，那个直接喝那个奶油。你只要哈、哦，那个姜哈、哦，爆姜的时候那个姜要爆到去。好。你都沙卡啦，安尼不会变咯。安尼我无爱放钱，对哦。以前，我无爱放钱咧，我无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资讯中心呐、啊，无来人，你得敢那浪费，类似什么什么地址中心的，有年纪有地址的，无啦。你拢下来行，你拢下来行。另外因啊，个人过来的呀，个人当迄要一个要甲你困的迄无？哦吼。啊，你行一段，我起来。无，我行来到这尔啦，我第一就必须要到这尔。啊，行一段。佮行倒落啊，伊行到这，佮行倒落去啊。哦。道路较歹行啦，道路伊有车足紧的，乌托嘛车足紧，啊，佮行完头就好啦。哦，行行，我爬来遮。嘿，啊，无去遐遐行者，甲看者嘛，袂要紧啦，嘿啦。谢谢。啊，你道路人，我都速速叫踩车，踩足向迈啦。嘿嘿，佫有转弯啊，吼，咱视线无好啊，莫去行大路啦，嘿，较安全啦。啊。对啊，啊去看看咧，对啊。迄资讯中心公家的迄设计，一个公务人员啦，啊，像这拢无外头啊，这板地在讲咧讲。你厝啊，人遐早就起来。啊，厝的无厝，我都无遐早起啊，我。精神啊，有精神，拢惊吵到阮太太吼。去我去拢用电脑啦。啊，精神我着踮倒倒啊，差不多六七点才起来啦。啊无，那除非若透早若要起来用电脑吼，我着真细哩无声啦。啊无，甲吵起来，伊拢有时啊三四点才困去呢。阮太太拢暗时无，啊我是我头早十一点左右着先困去啊。上班头十二点外。三四点才困。伊拢三点外，有时啊两三点才困去，不一定。啊是创啥？啊倒咧啊，倒咧困袂去啊，伊关系啊。对啊对啊，啊阮有咧用电脑上早，我互你上早十点外啦，无当无代志，爱困。啊，除非讲像咱去佚佗，转去吼，有时啊透早十点就困啦。因来厝拢会无够眠啊。我两点外就精神来去做电做影片咯，毋是我啊看到天光才出来，天过咧天光才出来。哦。两点外就精神啊，我十一点通困的啊。Thank you.
因为咱的卡车比较一条溪，这溪吼、
跌档了拢会爆涨。真侪人要去来替做晚会，我落袂过，要安怎？政府为着要帮助这农民，在这山顶制作个吊桥，这吊桥不是要人家耍的哦，这吊桥上是要用这两条山下档互相联系、互相沟通的用的。内底物件收成了，经过这吊桥再过一遍，这是要让农民方便。过后，阮厂了变风景区，真侪人去嘛，容易行这吊桥，这个吊桥了变成一个人去咧行的所在啦。但这吊桥是路若未通，要山顶人方便行的路啦。农作物运输的路，即马了变风景区，即马人家嘛拢会去行这吊桥吼。那么行这吊桥，咱来为了车阿伯遐去，阿伯遮哦，这厝我家遮。来回差不多2.5分至4.5分钟啦，足轻松的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咱即马要去行吊桥，请各位来这边，往这边走，好不好？干嘛回家了？要弄没啦？真正真呢，敢那林小姐呢吼，有型吼，有型林小姐吼，对，真来真去呢，哦，真好个真呢，敢那袂水灵骨来管呢，哈哈，跟林小姐同款呢，真正呢，啊平的平的呢，哎，你有水吧？
我这行过这条无人买醉，大家都醉，大家真醉的啦，无人买醉啦，大家拢服务店了看。哎呀，哎，过桥靠靠摇啦，哦，骹摇手也摇，骹摇手也摇，拢摇。哇，会讲嘞吼，哎呦，哎，你安尼搁开讲，对，会醉哦，哎，来，慢慢瞧，别个兴哦，哎，目睭盯到头里哦，目睭盯不要，我电脑我收快快，好，你行过，好，行行，行过。
啊，这一块辛苦哪里哪里，我真的感动。啊，这叫你这叫他有这一块，你个半夜的，你个困困都给做出去，你是不是很好？啊，那这里啊，我看到这个啊，这个是。看到你自己了啊！你站在这里就看到你自己啊！这样子，这样，不要，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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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经诶，啊，坐火车最正经，这是伊的月台哦，嘿，这是坐火车的迄个月台吼。搁再来，你注意甲看，伊只树啊，伊只树啊拢有编号哦，这拢有身份证诶，这都袂使甲叮当你啊吼。这种诶，这拢是阿三吼。搁再来，我要请大家来，咱对只来，我来讲。Hinoki， 哦，这人是 Hinoki 哦。Hinoki， 来，搁再来 Hinoki。啊，伊只有钉钉啊，这是啥物意思？啥物作用？咱知影无？人爬去，人要爬去。哦，啊，爬去你要看？这采采果。唔是。采果啦，采果。来，我甲咱讲吼，这条断钉，这条钉是啥物？这条是爱玉树，二油。啊，要办爱玉。因就是去你咧办爱玉。来，搁再来，请恁听我讲哦，嘿，足趣味哦，嘿。你若办爱玉，你若讲派一卡，诶，爱玉话足大丛啊！啊，你再若爬起，你若派一卡袋仔去，直直办办，啊，伊个袋仔办甲甜，你毋是爱搁摕到，爱搁撸倒落来，啊，再搁爬落去搁停办，啊，咱是毋是危险？吼，艰苦。啊，所以讲，即摆咱咧办爱玉，伊只爬起，伊会先找一支细支的锤啊，啊，头前倒一白支细支刀啊，伊只若甲挂一粒拉过来时，伊就有甲咱一支好较早咧。若搁挂一粒，伊就搁慢一号来载。来你个涂骹的时阵，伊即个落地啊，即个叶啊，拢总认出来。哦，啊，比如讲一百叶来讲啦，吼，伊即一百粒拢总爱找甲出来，因为伊辛辛苦苦去你个遐吼，哎，所以讲吼，伊即个办落到来，拢爱找甲出来安尼吼，哎，咱这里办爱有这种办法，跳，嗯，搁再来，我比如话吼，你讲叫做二叶双。Thank you.
走。钢筋车来喽！哦，起脚喽！多林车站，钢筋。冲当阿强啊！哎呀，冲当一下来，收获来，你看嘛呢？来，可以啊。来，一，我灵气都是起来。没有，那边一样，不要，那手不要。好了，再再次那个那个道理。我比一个大姐。好。哎，往前一点去，往康那边拍。好，对。抓金河啊！抓金耶！好这种中好坐啦，袂啦，伊这拢是鸡笼嘞。我这拢是山顶嘞。还有那个胡椒很好吃的，大家可以沾酱。我应该晓得哈，大家这买西饼，这恁若食鱼啊有啊，啊倒一块块。这我你讲哦，这下当互你用一两年拢袂歹嘞。哎，卖有蛋鱼流啊！不要吵死！关于介绍的在家哈。你一罐卖吵死了。哎，我你讲是做好，真正做好。哎，百二，阿姐一百。哎，阿姐。来，我这摆卖我晓得。哎，三兄，苏小路有地地啦，阿仔有地地啦，苏小路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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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真的。你送的，你卖袂我，你卖光了。对嘛，你卖袂我。你拿，你拿。哎，当兵在实习，你好说明书，好让你写。你这个话，这两个合起来一定要200公克啊，我两包百五，我嘛不敢。因外口迄安尼，比这个迄位吼，160。你啊，等于好些关了个底个，对，啊，咱下两层就好啊。无，你用啊用这种关了底，我拢用这种倒来底，啊，你平时咧？啊，无，咱若拍开吼，对啊，很功效。还很好，它就高效。花粉对身体很不好。你这样，啊，我只有粉啦，我只种上粉，伊少啦，啊，我粉啦，嘿，啊，这粉就是有机金，嘿，你买啥？买啥啊？湿疹用的啦，我袂甲你喷湿疹啊，会使喷啊，会使讲啊，讲笑，酒酒，嘿，所以你那有人会讲伊的物件，苏大哥，老弟先看下啦，你这样这好用啦，我袂甲你喷，我们买到你尿粉啊，我早顿晚餐合串子。你这么用的呢？恁山顶人咧做海串哦。我唔吃，我唔吃哦。你山脚的人哦。我北港。哦，北港哦。好好，要创啊，要啉咩？会当啉啊？你按时换老咧？有出咧？有出咧？一点就再讲。上好，你走外远外串。你一点啊，对身体足好。伊爱食乌青吼，会生乌青啊？你看，甲泡泡咧。消炎的吼，消炎的吼，叫做好用，好用，消炎止痛。我有一个牙齿痛的，叫破的嘛，对吧？我个病，有一个长牙齿在痛啊。哦，我无甲叫来，紧急，较快来叫来，紧喷一下。走起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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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你刚才有俩，有影，啊，这两百，哎，讲了，伊两家讲一罐这，送一罐这，啊，我就无好来讲这家己的，无好来讲。苏大哥啦，这是好用的啦，你外口无当买这。那是什么？怎么用？这哦，这个话用就是蚊啊加防蚊啊，啊蚊啊加着喷着袂痛，过痛着袂痛怕，香蕉啊，调车。啊，我是爱用皮肤，皮肤白毛好。我买一罐，这一包。啊啦，内用就是喙齿定你甲喷落去，拄喷迄阵会较无舒服。啊，这若你去咧行路，会使啊，你扎咧啊，扎咧，加咧你就甲喷。像以前我会使喷，我就是要等下也要喷，也要喷喷。哎呀，规身躯会湿。哦。那连化妆棉哦，甲搭咧。真好用，你讲安那？我拿两条哦，用个化妆棉吼，爱个搭嘞。我刚生一点面，我直接个搭起来。哦，老妹变出来，人在去啦。哦哦，来。来，我们这个团体，我们要跟着团体走。我们然后加几块钱，妹妹跟着妹妹，他来往前面走，好不好？阿伯姐，边上，等阿伯姐边上。我给你边上，我也要过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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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前走，哈。行行行，拜拜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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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自团来了啦。嘿，各自团来，今仔讲伊迄个游园车有四台咧啊，咱咧经有四台咧，嘿啊，嘿啊。靠观光啦，人才会活来啦。啊，伊想拢啊是摆来做观光客的生意啊。啊，政府就是应该甲百姓配合才有法度啦。啊，甲因遮游览车公司啦，若无游览车公司嘛袂用哩。逐人拢爱啦。啊，遮游客嘛，对嘛，咱人都在上面集合。来，物件买到往转去吼。啊，大家拢有买。
有一点点不舒服的味道。啊，那嘛不要紧，爱喷了掉掉嘴气啦，喷掉嘴气啦。无啦，你爱喷了掉嘴气啦，有可能爱做侬。好，有喷了掉嘴气哦，看多几点啦。真好。世外桃源，人间好，与世无争。对哦，来，咱搁啊，这几来十年才来一届，一定好个呀。啊，遐个人拢住遮哦。伊遐拢住伫遮。哦。啊，无几个。伊个仔吼，伊讲仔吼，实际上住伫遮无几个啦。哦。有十一户。嘿，遐十一户。拢老个啊，少年。嘿，少年无人要住遮啦。啊，唔过吼。义民乡市场。相思情。够行呢，你要洗手是哪个压条花的呀？对啊，
这你早一季，你着要租哩。系啊。伊这拢徛起，这拢有啦。哎，有影，住几工好尔啦吼，住几工好尔。不爱了哈，你讲我就转来。哎呀，对啊，不爱了。哎一块安尼啊，平路啦，迄无感觉啦，迄。伊人都来做乜子哦？来，我们宜兰的请在这里集合。啊，这边来这里。固定，看他要哪里固定一次，来，再来一次啊、哦，好好固定哦，好，好，我安全感好看到啦，嗯，水哦，好，无妨来，因为别人就好啊。挺好诶，托针灸诶，无。但是伊拄啊过来吼，是五位关节，啊，较无用。下面你可以说，增加一个收入。照理讲规定它是不可以的。哎呀，不规矩呢，我晒一年头，这款的叫。我别的不买。用可以啊。会用可以啊。真年呢。哎，伊吼，反正啦，爱回天来，人家自己也是都会。哎，就好像咧，早就洗白卖呀，这样嘛要给你提下去嘛，你都捌一个笑哦。我知啦，我知。啊，我去啊！啊，你啊，你较好咧。我就是天之子咧。啊，怎么你啦？好，我自己也唔敢，啊，我是这个。我就是安尼。要死了！嗯，那我无爱帮啊！拜拜！来，廿五八，你惊啥事啊？你廿五八，可你惊？哈哈哈！哈哈！但你这安怎来咧？你安尼死咧？我是骨头唔介意啊，无要死啊！我就是这安尼，阿先叫唱，我就无爱意啊！我唱大啦，你是咧搞我大啦？阿你拜我咩啦？我就是唔敢。唔怕，你两帮平吼。系啊，小米酒那边有，好，小米酒最好里面有，好，泡下就不高了。等，好了，我喝了，喝了。好，那边领带你给他来一贴。好了。然后你要真高醉，你都唔真高，伊个哩。袂啦，卖啉醉要醉啦，一杯杯啦，只要我拉气也是好几楼下空的，下边那个顶了，看后了，嗯，一
因为这山林哦，水气侪啦，这是容易落雨呢。对啊，你来。啊，水个大。我因为超管。哈哈哈！哦，对哦，有影吼。啊，你应该发现十八个的两个啦。我们两套看起来了。Thank you.
喝的话，跟我讲到第四才有。哦，是所有不管的姐妹倒过来，爱爱。现场哦，没了。现场爱订的量量。订量。要的要订号。要订号要预约哦。
虾哦。哎，这樱花大餐呢？樱花大餐，对对对。好了，不要盖房，盖房好没？樱花下用餐，樱花下，有好喝，好，吃不吃？这边没有厕所，来，上厕所。等你挑再去厕所，你待会得赶紧来先去啊。到这，到这，到这了。大姐，大姐姐嘞，我摆糖，大姐姐嘞，哎，我摆糖姐做一回客，好做回得好啊，做回得好啊，来，先给大姐姐嘞。哎，车恁队怎啊讲？结果是想要上啊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伊内底无招人啦，伊都唔招人。啊，唔知雨伞举起就好啊。你个查甫，哪里举雨伞？走我举伞，就我那白走，唔知提举雨伞。哦，哎，讲俺去是去山内取药草出来啊。哦。哎呀，去取药草啦。中昼安尼食饱无？好饱。饭佫食无完嘞，才食半空去尔。哎呀，食半空尔，一定有饱的嘛，对无？那食无够就无饱啦，食到伤八饱啊。你若伫遮叫恁住一礼拜，恁敢住会住？会啦，一定会，一礼拜一定会。一礼拜尔会啦。看钱的问题啦。啊，那住较久，恁就有遐位食。住较久，第一开闹，有爱无？他大概就这样，对呀，一定的。我写点点的哈，没给我倒点的哈。